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迦叶问大宝经正法经。好，请方丈。学大乘佛教最重要的是依法，所以各位一定要读诵大乘，深入经藏，才能够让我们帮助众生，也能够净化自己。所以这个大宝积可以说是佛法的精髓，叫大宝累积，而且让我们能够行持菩萨正法。因为如何做一个菩萨，正确的菩萨，什么才叫菩萨？这里面正法经特别写了32种法，你才叫正法菩萨。从前面的在家菩萨，后面还写出了正法出家菩萨应该怎么做，乃至这一部正法经，如果你能够读诵听闻实践，你可以得到了身口意的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各位要觉得说真的时间不够，因为我们一定要把佛陀的正法传留下来，自己也要读诵思维修行，真的没有太多时间去浪费了。念一下第三页，大迦叶问大宝积正法经，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旧峰山中，与大比丘众8000人聚，菩萨16000，即一生获得无上正等正觉，种种佛刹皆来集会。尔时尊者大迦叶波在大众中安详而坐。尔时世尊告迦叶言，有4种法破坏菩萨智慧。迦叶白言，4种法者其意云何？4种法者，一者于佛教法而生轻慢，二者于法师处增及法师，三者隐藏正法令不见闻，四者他欲要法烁烁障碍，嗔恚断善覆盖不说，狂转他人唯求自利。迦叶如是4种是名坏灭菩萨智慧，我今于此重说颂曰：若人慢佛法，增及法师处，要法作隐藏，求法而障碍，嗔怒断善根，复法不畏说，爱乐狂转他，横行求自求利，我说此4法断灭菩萨慧，4法如是故，汝等应当知。佛告迦叶波，有4最上法官增长菩萨大智，迦叶白言，是意云何？此4法者，一者于佛教法深深尊重，二者于法师处勿生轻慢，三者如闻得法为他解说，其正直心不求一切利养，四者称赞多闻增长智慧，一向正心如闻受持行真实行而不妄语。迦叶此4种法增长菩萨大智慧故，我今于此重说颂曰：尊重于佛法，即彼法师处，如闻为他说，不求于利养，亦不要称扬，一向而求闻，多闻生智慧，如闻受持法，持以依法行，称法真实故，是彼法师行，
口意无虚妄，四法可为师，得佛大智慧。好，那佛陀就告诉我们什么是错，什么是对，什么是菩萨的障碍，什么是菩萨的助缘。那当然如果你不看经典，那你用自己的想法在做，那就脱离菩萨道的心态。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常读诵思维。所以简单的说一下，那为什么读诵经典讲解佛法功德很大？因为今天要超度嘛，所以大家都希望得到消灾，得到法度。那最主要是来自于自己，如果我们自己升起了一个正确的发心智慧，一个不退转的菩萨道，那你连呼吸都是功德，你连睡觉都在超度众生。所以希望大家就事实上看经典一点都不难，最难的是你不去看，这样啊，不去读。那现在科技这么方便，很多经典在网络上，在脸书上，甚至现在还有电子书。我们希望将来做成有声书，就是说像刚刚的我们湛江是这样，再念慢一点，那我们在边念的时候边去思维里面的意思。当然有时候一两句话你不懂，但是先把懂的拿来思维实践，就已经够精彩了，够丰富了，够快乐了。所以一个修行人最大的快乐叫法喜，法喜啊，这种体不是光看经典法喜，而是按照经典去实践才叫法喜。比如说你知道你妈妈很喜欢吃某个糖果，你把它买来，它打开吃下去，哇，那个做儿子的是欢喜啊，啊，因为你爱他嘛，你尊敬他嘛。所以我们要把经典透过我们的实修展现在众生身上，这个才是对佛最大的供养。所以各位，你皈依佛，那你一定要皈依法。那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个方法，再来你要皈依身。什么叫皈依身？实践这个法的人，不分在家，大家来实践这个法，那你才能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大家都追求真理。这一点不要离开啊！也就是说，当我们刚刚讲起心动念，自己的想法跑出来了，赶快转入佛法。所以如是我闻，一时佛陀在王舍城鸠峰山中，以大比丘众，就是阿罗汉8000人聚，菩萨加一倍啊，16000大菩萨，即更不可思议的，一生获得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叫补处菩萨，他在一辈子，他就要成佛了。所以乃至种种佛刹的这些菩萨，都来集会。那各位要观想，现在就是如此啊！佛陀要为我们说法了。尔时尊者大迦奢波在大众中安详而坐。尔时世尊告迦奢言，有四种法破坏菩萨智慧。哎呀，你看到这句会怕，我千万不要破坏到自己或是其他菩萨的智慧啊。迦奢问佛说，哪四种法呢？内容是如何呢？佛陀说了，四种法者，一者以佛教法而生轻慢，这个要注意啊。所以我刚刚看到居士，哎，我等一下讲课你赶快来听啊，哎，等一下不能轻慢啊。因为有时候讲，哎呀，讲课啊跟我没关，我去溜一溜啊，做做烟供啊，免得我打瞌睡啊，啊，所以这个就是轻慢正法了。所以有些法我们懂，有些法我们不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轻慢。但是因为我在国外跑来跑去，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大乘佛教各种法门，我发觉现在有这个问题是，当你喜欢到某一个法比较相应的时候啊，你往往啊在言谈里面会轻慢别人的教法，这是现在叫末法。因为他站在自己的角度就会这样轻慢，就是认为我认为轻视对方，那我这个法比较好，比较疗愈，比较就近，这个是现在末法的现象。所以才有这么多的教派法门，这一点要很小心呢、啊。所以你喜欢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最殊胜。事实上对我来讲，所有的佛都是阿弥陀佛的显现，所有的教典都像阿弥陀经一样的殊胜，法法平等，而且呢每一个法都引导你走入净土，走入菩提心的。所以那各位要开始不要轻视对方，不要傲慢。我师父常讲的要谦虚，你到任何道场你就当作你什么都不懂，他们讲什么你就仔细听啊，符合佛法的部分拿来用啊，我们不会的部分更要感恩啊。讲了好像不如法的话，那我们就那一段跳过去给他回向啊。所以如蜂采蜜，像蜜蜂他要的是采蜂蜜，他不是要那个叶子啊，但是他要那个精髓。所以不要轻视任何一个人，所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佛啊。所有佛陀的不一样时间不一样的因缘讲的不一样的法都有它对治的作用，千万不要认为说自己修的是最高。现在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傲慢，特别我经常告诉我有接触密宗，但是我也经常告诉我们修密宗的一些弟子们说，千万不要只关心自己的法或自己的法门或自己的上师，这样你会琢磨，因为你这个慢就会造成你问题。因为这个法不是你自己喜欢，这个法是众生喜欢，你就应该要去推广，而不要认为说我比别人高。一个人如果觉得说我比别人高，他要么就是魔啊。那真正的如果是一个佛性，他是含着悲心的，他绝对不会高高在上。所以于佛陀的任何一个教法，那绝对不要生轻慢心，不然呢就会破坏菩萨的智慧。那如果一个修行人没智慧，那就很痛苦了。第二，于法师处真迹法师，那这位法师信徒比你多啊，如何如何，或者讲的法跟你不太一样，然后你就会不高兴，甚至嫉妒，讲话就调侃他啊，批评他，那这样也会破坏菩萨的智慧。三者，隐藏正法令不见闻，哦，你觉得这个佛法很殊胜，哎呀，这你们听不了了，你们不懂了啊，甚至说你要对我有很好的供养啊，怎么样怎么样，我才要把这个法告诉你。我想阿公阿嬷疼孙子啊，他知道最好的，就算孙子听不懂他都想要让他知道啊，因为种一点善根也好。佛教说我现在跟你说，然后你现在听不懂，但是也种下一个善根，就这个意思，就像我们持咒一样。所以一切法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千万不要变成一种家庭的传承啊，一种子孙庙啊啊！所以想尽办法要去弘扬。试着他欲要法速速障碍，这个人真的想要发菩提心，但是你排斥他，这个人过去对不起我，我不喜欢啊，所以因为生气而断了他这个善根，覆盖不说，狂撞他人，所以好像欺骗，然后想要得到自己的好处，为自求利啊，我这个法我自己用就好，我不喜欢给他啊，甚至还认为自己比别人厉害。所以加设如是四种是名幻灭，不但败坏还消灭了菩萨智慧，我今于此重说颂曰。那这个颂各位最好能够经常念，然后就背下来，因为会让自己保持正念。对对对对对，因为佛陀这样说啦，而且是在整部经的开头就这样说啦，那这个很严重啦，也就是说特别像现在这个慢慢末法了，这个会更严重，也不能让自己升起这个念头。但是往往各位看到现在很多讲法，他就是偏为自己这个法而说啊，然后就甚至我这个法比较殊胜。所以我刚才说，我经常跟我们修密的菩萨说，千万不要光修密，因为你是汉人嘛，你汉传佛教的经典要深入啊。那你是上师来到台湾，那你更要学习台湾大乘佛教的精髓。我都会跟你说大乘佛教精髓的地藏经啊、
华严经、妙法莲华经，念佛拜忏，哦，我们汉传佛教的忏悔可多了啊，非常殊胜。所以再加上你们的，所以我说我也在学习你们的啊，南传、藏传，不管哪一个法门，禅宗、律宗、净土，这些都很重要，因为为了众生嘛。你千万不要跟众生说啊，就这样就好了，不用研究那个。因为有时候我师父常跟我说，某一些人只会懂一法，别人跟他谈别的，他为了覆盖自己不懂啊，这个你不用研究，就念这个就好。那这个也是障碍别人啊，所以而来掩藏自己的不懂。所以后面的偈颂，若能慢佛法，所以佛法我们一听到我们就要跪下来拜啊，哪怕叫人家吃素放生，千万也不要认为说哈，啊，叫人家守五戒吃素这太浅了。所以曾经有人帮我找去了，包括法师海涛法师，你怎么都讲这个那么浅的啊？啊，你怎么不讲一点比较深的啊？我说我觉得很深的呢，啊，因为可能你面对的跟我面对的不一样吧，啊，但是我觉得法没有深根，就是说对方需要你就要给他啊，因为对方可能他有很深的那一面，但是佛法是针对你的心，而不是文字的深跟浅啊，法的高跟低，所以这没有这样分的，但是往往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想法。对，若能慢佛法，升级法师处，要法做隐藏，求法而障碍。所以自己喜欢的不给人家，别人要求法你障碍，嗔怒断善根而断人善根，护法不为说，爱要狂撞他，横行自求利啊，只是自己要满足这种法的快乐啊，高傲。我说此四法断灭菩萨慧，是法如是故，汝等应当知。再来，那佛陀又讲正面了。佛告迦摄婆，有四最上法观。你看佛陀讲最上的，还有比这个还高吗？这佛教我没讲，但是佛陀会给我们信心呢，可以，因为菩萨最主要要增长菩萨的智慧，所以佛陀要这样描述的最上法观。迦摄白言，是意云何？是四法者一者，于佛教法深深尊重。所以各位以后只要看到经典，拿到经典，哎呀，那礼拜一句阿弥陀佛，佛说阿弥陀经、般若心经，哎呀，太甚深了啊！所以天天各位在家里最好有大藏经啊，部大藏经啊，或是大套的经典，经常跪着顶礼啊，对佛陀所有的教法。那不管它翻成巴利文、中文、藏文，所以这个都是佛陀的教法，深深尊重。二者，于法师处勿生轻慢。那法师只要在说正法，那你都要尊敬。虽然你已经听了100次了，每次叫我们吃素放生，他们也讲别的，啊，但是因为这个对众生有帮助，甚至对无形众生也有帮助，所以我们要尊敬这个法。所以老实说，一个人能够看经典，一个人能够得到尊重，在因地上你是因为你尊重，你尊重。如果你不尊重这个法，那老实说你也讲不出这个法，因为你不尊重，那你在表法，别人也尊重不了你，这个是一个互为因果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啊，礼佛、礼法、礼身，这样的恭敬啊。三者，如闻得法，为他解说。那你已经听到这么好的佛法，你要努力的想尽办法。老实说，像各位现在听一听觉得很好，回去就跟很想跟你家人说，但是你跟家人说，你不能就直接说先陪他吃饭，都对他很好，改变你自己，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好，慢慢你要去引导他，不然你不能开口就说啊，这有一点前行的，你要去铺路的。所以如闻得法，为他解说，起正直心，为他说法不是一种骄傲，也不是一种得到什么，所以就是希望对方开智慧啊，不求一切名闻利养。四者，称赞多闻，增长智慧。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赞叹大家在多闻佛法，赞叹。所以
这样也可以增长智慧。一向正心，如闻受持，那我们对佛法要有一种正念。我读佛说阿弥陀经，那我绝对不会说我不想往生，或是我只喜欢往生，其他我都不管啊，要保持正念。那每一部经都告诉你怎么做啊，如闻受持，行真实行，按照经典产生你的心跟行为，而不妄语。所以我认为看经典就是在受戒律啊，看经典就在听佛告诉你啊，那你要依教奉行啊，我们也不能骗佛，所以不能利用经典来买卖。所以现在有一个末法是念经要多少钱啊？念经要多少钱？当然也有人就透过简讯问我说，那这个要那个要多少钱，那个要多少钱。那我就跟他说，这个跟钱没有关系啊，你在任何地方你有一份心就好了啊。甚至你没有来，你手机打开，电视打开，你排位你想传过来我们就帮你，你就放在你的手机面前，我们就在参加法会嘛啊，同享功德。所以迦摄持四种法增长菩萨大智慧，这个大就摩诃般若。我今以此重说颂业，尊重于佛法，于彼法师处，如闻为他说，不求于利养，亦不要称扬，一向而求闻，多闻生智慧，如闻受持法，持以依法行，称法真实故。啊，后面这两句最重要。是彼法师行，口意无虚幻，是法可为师，得佛大智慧。所以去实践这四个教法，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法师，乃至呢成为这四法就成为我们得大智慧的法师一样啊，按照这样去做，得佛大智慧。好，那我们现在跳到后面来啊，请各位翻到24页。我只是因为时间关系，后面你每一条都要看啊。四复四正啊，四法如何圆满菩提心？那四种法是迷障的，你以为你有菩提心，事实上是你一点都没有的。那这一点要分析清楚啊。那当然看得懂的看，看不懂的先跳过去，你再回头来看你就懂了。24页这个重点。佛告迦摄婆，若诸菩萨具足32法，是名菩萨。所以各位要不要做菩萨啊？要。菩萨是承担众生苦的，菩萨没有什么骄傲，菩萨只是因为众生都是我的父母。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认为受菩萨戒是一种骄傲啊，受菩萨戒是一种你要把对方的苦跟乐默默的承担，成为你生命的责任，这么样的去尽力啊。所以迦摄白言，云何32法？哎，我们念一遍，因为这个不是很难解释，我们再简单的解释来。所谓利益一切众生，一切智智种子，不良贵贱，令得智慧，为一切众生低心离我，真实泯念，其意不退，善有恶有，心行平等，随到涅槃思念爱语，先意问讯，敏见重担，于诸众生恒起悲心，常求妙法，心无疲厌，闻法无足，常省己过，不说他犯，具足威仪，恒发大心，修诸圣业，不求果报，所生戒德，灭诸轮回，令诸有情道心增进，一切善根皆悉即行，虽行忍入精进，如入无色禅定，智慧方便，善解总持，恒以四摄巧辩受行，持戒犯戒慈心不二，常处山林要问身法，世间所有种种厌离，爱要出世无为果德，远离小圣，正行大行，弃守恶友，亲近善友，于四无量及五神通皆悉通达，以尽无知，不着邪正，如实依师，发菩提心，纯一无杂，
迦摄如是具足三十二法，是则名为菩萨。我今于此重说颂曰：利益诸众生，欲行清净行，令生一切智，不择于贵贱，同入如来会，真实悯众生，心意不退转，善有及恶有，平等观于彼，虽到于涅槃，爱与先问讯，幽悯于众淡，及彼诸众生，不断于大悲，求法心无苦，闻意常不足，恒心自身非，不及他人犯，具修众威仪，而起当圣行，不求于果报，所持诸戒德，断灭于轮回，令彼诸有情，远害增道义，忍入极上根，精进修诸行，如入无色定，智慧诸方便，总持而善解，四摄恒受行，持犯二俱泯，常处于林间，恒要闻身法，厌离于世间，爱敬无上果，远离声闻圣，而修大圣行，弃舍于恶朋，清净于善友，五通四无量，智慧悉通达，清净觉无知，不着于邪正，依师就真实，纯一无杂行，佛说观行法，先发菩提心，若此三十二善事当演说，菩萨具足行，得佛甘露味。那我们解释一下，那我跟各位报告，不是我完全懂，但是我都会尽力的告诉自己怎么样，我也很想大家都一教奉行，得到这种法的快乐。那所以各位就不要太闲，因为不要浪费时间啊。佛陀的每一部经典都是这么样的殊胜啊，来弥补我们的不圆满，让我们如何快速的能够圆满两种功德资粮，能够利益众生。所以你要花很多时间多去读诵，特别我经常劝很多义工，已经在做义工的啦，在从事一佛教工作的啦，那你更要了解。如果你不了解啊，你只想管人，因为做义工就是我管人嘛，啊，做佛教联络人啊，做什么会长就是要管人嘛。结果你管人都没有用佛陀的方法，用你的脾气，用你的想法，你还不如不要做。为什么？那造恶业，了解吗？造恶业。我们学佛，特别是出家人，出家人他目的就是要如理如法，那这样才叫功德。如果出家人用自己的想法去利用佛教啊，那就我就还不如那句话，就不要出家，还免得下地狱，是吧？啊，招人讥嫌。所以那这一点，所以我们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啊。今天你要抽一个佛教徒，三规五戒，那在家佛教徒要怎么？那出家人要怎么做？那出家菩萨要怎么做？那做一个在家菩萨要怎么做？所以特别在家菩萨一定要看完优婆塞戒经啊，或是优婆夷净行品净行经，那你两本都要看，因为这佛陀对优婆塞优婆夷讲的怎么去做，所以那这样才能够如理如法。所以这里面菩萨要具足这三十二种修行才叫菩萨。第一个，所谓利益一切众生，一切自智种子，就每天都要讲回向法界众生，回向无上菩提。所以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能有自私的想法。先生，你的先生得癌症，你来参加法会，那是可以的。以先生的病，然后你来参加法会，所做的功德呢，利益一切众生，那你的先生功德才大嘛，啊，那生病那是必然的，大病小病，死亡之前都会病，所以最主要要得到佛陀的成佛的种子，一切自智种子，成佛之因，回向回向，一切都是成佛之因，无上菩提，这是第一个动机。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利益众生，都是为了成佛。
不管你上班结婚啊，你现在你要转，你现在已经在上班了，已经结婚了，已经生病了，那你要把这些全部都转为，我上班是为了利益众生，我上班是要开发佛陀的智慧，那佛陀智慧就是要忙于这些人世间的对对错错啊，啊，所以从这个对对错错来开发智慧，来修慈悲，而不加入这个对对错错啊，但是不要为了薪水去上班啊，不要为了这个人对你好一点，明明坏事你就说他对啊，因为要平等的利益所有众生。第二，不量贵贱，令得智慧啊。所以各位要有一个悲心，这个人认识你不认识你，地位高地位低，你都希望把离苦得乐的方法给他，令得智慧，而不是说我对皇帝就讲得好一点，那今天我对一些卑贱人我就随便乱说啊，懒得说，没兴趣说。我觉得我们这边还好，因为坐在前面的我都不认识啊，我不会说这个哎，这个有钱的坐前面啊，是这样，没有这个想法，因为只能说大家尽力。老实说了，我从早上讲，刚刚中午讲，刚刚他问我说：“师父，你可以休息了。”我说：“对不起，还没讲完，今天大超度，人都没超度到。”啊，一定要来几个新人呢、啊？那至少要努力吧。啊，对我来讲，我就要尽力。所以各位不量贵贱，各位一定要想办法让对方离苦得乐。你千万不要不管他，或是利用他，就是、也要告诉自己要有这个无分别。啊，不量贵贱，超度一只蚂蚁，一只蚊子，前面一条狗，愿你皈依三宝，发菩提心，接地接地，你要把心经念给他，把你所懂的念给他。第三，为一切众生低心离我，啊，所以我们要帮助众生，我们要低，就是降服自己，或是处在最下贱的位置，不能有我的分别。为了一切众生，你要降服自己，你要承担众生，要把众生放在你的头顶。菩萨是这一点，我们汉传佛教跟藏传不一样。藏传佛教因为他为了要持咒，他要观修佛曼，我是个佛，上师是个佛啊。那我们汉传佛教的法师是越老越低贱，越老越谦虚啊，所以一点价值都没有。年轻可能还有一点价值吧啊。所以越老越没有，他只想要帮助对方。但是我认为这两个都要学啊，在心里以佛心为己心，那是密乘，在行为上我是像一个仆人一样服务众生。不然的话，有时候我跟很多修密宗的朋友说，当你升起佛慢非常好，结果你傲慢了、啊、看不起其他佛教，看不起其他宗教，这一点很痛苦啊。我有时候跟西藏人说，哎，你们都不学当地的文化，不学当地的宗教，因为你一直认为只有你这个教派藏传佛教是最高的，对你伤害很大，你会变成没有钱不自由，这是现在的业报，看得出来吗？这样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真实的真，那个讲的是心，而不是我的宗教最好，我的文化最好啊。每一国的文化都有它最好最殊胜的一面。那今天你要度众生，你要了解汉人文化，你要了解西方人文化，你要去学它。哦，今天你到台湾来，你要了解汉传佛教的精髓。哦，他们都在读《地藏经》啊，《心经》啊。哦，我要了解，对不对？他们都在拜忏啊。那你不能就是说你不了解对方，然后我要灌输我认为最好的，这样会谈到你自己啊。所以要为一切众生低心离我。因为只想到你要什么，你要什么啊？我能够服务你什么？不见得是讲经说法，我煮饭给你吃。所以我觉得我在台湾看到这些那些法师，先煮饭给你吃再说，煮饭是最好的佛法啊。再来他就不用听佛，吃饱红包供养他就走了啊，吃到好吃的啊。去庙里面为什么要吃？因为好吃的啊，很亲切，而不是说那我给你最高的佛法，那些自己带便当来。啊，然后对方也听不进去，就是说两方面都要。第三，真实悯念，其意不退，真正的怜悯爱念对方啊，
直到你成佛，我永远不舍弃你。就像各位，我们参加放生烟供，你千万不要说我把你放完了就走了。这些鱼啊，这些鸡啊，这些羊啊，这些无形众生永远都在你心里面，一直到他成佛。所以这样对众生的这种永远啊不退转，希望他成佛。但是现在凡夫都不是如此，你的先生是你的儿子，你老公是你爸爸，你生的儿子又是你儿子，因为大家都在，你只泯念你的爱人，所以你周遭都是这些爱啊恨啊这些啊颠倒。现在是儿子嫁给妈妈这样啊，都在乱伦，因为这个泯念，所以它是一种执着。但是学佛是对所有众生叫真实泯念，所以你看到一头狗，你看到一只鸽子，你看到一个人啊是骂你的人，你还是要升起这个泯念心。如果你有一种我跟他对抗，我跟他讨厌他，他就要骂你，他就要找你麻烦了啊，是因为你升起一个不正确的念头，所以不舍弃对方了。再来，善有恶有，心行平等。虽然我们要亲近善知识，远离恶知识，在法上是一定要去舍恶有，但是在心里面我们是同情对方，哎呀这个人毁谤佛法，这个人伤害佛教，在行为上我要去舍他，但在心里面那我还是所有功德回向给他，冤亲平等，希望他早一点开智慧成佛。你要真心的问你自己，佛魔一念间啊，但是如果你觉得我就很讨厌他，那你赶快转念，我是不应该跟他在一起，大乘不以二乘者同坐，今天我是修菩萨道了，我不跟你解脱道人坐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你修解脱道的人你会毁谤大乘，而且你会把众生带到个人解脱自私的，认为他是正的，所以我们叫大乘二乘不同坐不同车，就这个意思。但不是心里舍弃他，阿弥陀佛从来没有舍弃这些二乘行者，阿弥陀佛是希望所有的罗汉都赶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来引导他，这个要分清楚啊。特别是女孩子的，女生就是喜欢他就喜欢他，就要依偎在他身边，讨厌就讨厌啊，你不要坐我身边，那这是你心态有问题了，那就是你不想做女生，你要调整这个心态。再来，虽到涅槃思念爱语，你这个人已经证得解脱了，那佛陀为什么要这样讲？阿罗汉就证涅槃，证涅槃就很骄傲啊，看不起别人，你们都没有涅槃呢，啊，我已经涅槃了，你们还在贪嗔痴，甚至看不起菩萨啊，因为菩萨要留惑润身啊，他要在众生的贪嗔痴里面去度众生啊，你还要利用贪嗔痴去度众生啊，好像菩萨也在贪嗔痴，菩萨晚上吃饭啊，跟众生聊佛法，对不对？让他快乐。那罗汉说啥呀？你们这些人。过午不食你还这样，但是菩萨是我是为众生吃，我没有贪婪心啊，让众生欢喜啊，那这样来度对方。所以在虽然心已经到了这种无所求，但是呢看到对方还是意念的对方，讲好听的话给对方听啊，就像我们对老妈妈都是亲切和颜爱语，哦你别假下面啊，快乐吗这样啊，哦两阿弥陀佛，不要很亲切，而不能格格不入，自以为啊我自己得解脱了。所以在各位爱必须先笑，我想着你，我希望你成佛解脱，然后我微笑。但是这个想不是男女啊，如果各位如果你心中有男女的念头，是你要忏悔的啊，这个思念是一种愿对方成佛。老实说呢，像我这辈子，我知道我来这个人间，我们现在越想努力来的都是什么妈妈、姐姐啊、妹妹、太太、哥哥啊，啊，都是这些过去有缘的。但是我不能掉入在这里面啊。但是我只是说感恩对方过去数十的缘，做过我的爸爸，做过我的兄弟，做过我的妈妈。但是现在最重要要把佛法贡献给他，而不是在延续过去的因缘啊！因为我们各位一定要发愿，来此生最后一生做凡夫，你这一辈子是最后一辈子了，因为再来你就是要去极乐世界了，
然后再来做人，你是个圣人呢、啊，你不是要来结婚生小孩千年的轮回的，你是要借过世间法来度众生，所以此生为最后一生。那最后一生呢，希望生生世世的这种因缘，利用这个机会去跟他结法缘呢、啊。你骂我，我也要跟你结法缘啊，因为骂我是虚幻的，但是这个佛法种在你身上，这个比较重要。所以再来先义问讯，所以做过菩萨，你千万不要酷酷的啊，酷酷的。所以有时候我都跟我出家徒弟说，你看到师父只要有法师来，我都会合掌，我都会合掌先微笑，海涛法师对我微笑，因为我不笑，等一下你就骂我海涛法师骄傲啊，因为人家都认识我海涛法师，所以我一定要先看着他合掌，然后他从我面前走过去都不理我，我照合掌，这我该做的。那反而是我们的法师师父你求的我不爱求，动作不快，我说这样不对啊，要先义问讯，不要说只要对方是个佛教徒，你就要表现一个佛教徒的风范，了解吧？特别对方是佛教徒，哎，那个法师都不理我，那个法师好像不太亲切哦。那这样自己酷酷的不行，所以各位连生病你都要微笑，你不能说哦，我破杯麦干嘛恭维了啊？那你根本没有为众生在想，你只有想着你的身体是不好啊，没吃饭啊。所以要先义问讯，那对方不理你，故意不看你一眼，因为有些人会讨厌我，那个放生的又来了，我还给你看，但是我做该做了，一次两次三次十次，每天他会不好意思啊、他也会跟你聊两句嘛，对不对？你才有机会让他了解佛法，我们放生不是执着啊，这是一种培养悲心啊，也让信徒懂得放生，进一步慈悲，懂得生命轮回，懂得吃素啊，啊，就一步一步跟他解释啊。所以我也曾经被几个法师骂，海涛法师你以前高高在上，我都静静的，我说没有啊，因为误会一场这样。那既然误会一场是一个误会，那我对他特别殷勤的倒水给他喝，他就叫孺子可教了，就开始给我开示了这样。啊，送东西给我了。所以但是这个也是个因缘嘛，因为我不是故意的，但是如果以前有故意的，那我更要弥补这个，所以我要引起习惯，就主动跟人家打招呼，主动的啊跟他问好，敏见重担，这个重担应该是他的业啊，所以你看到对方在轮回在受苦啊，哎呀我们要怎么办，怎么来帮他啊，替他回向。再来于诸众生恒起悲心，那我们既然行菩萨道，所有有情，你最讨厌的老鼠，最讨厌的蟑螂，最怕的蛇你都要，最怕的鬼你没有办法讨厌鬼的，你只能说恒起悲心啊。所以对所有众生恒是永恒不变的，只有一个悲心，愿你离苦，愿你成佛，而不是怕你讨厌你弃嫌你看不起你都不能。再来常求妙法，心无疲厌，闻法无阻。老实说我们讲法的人有时候还惹人厌了，下课了你还讲啊，每天一直讲一直说，所以你不会唱歌跳舞啊。像我昨天真是有一点累了啦，所以就请我们阿妮出来修个施身法，换我坐在那边享受一下，被超度一下啊。但是这样节目也很好啊，大家也很法喜啊啊，所以用各种方法，所以各位要为了众生永远在追求这种微妙的不为自己的帮助众生的微妙甚深法，心无疲厌，所以听到佛法整个精神就来了。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听到佛法又打哈欠了啊，特别是法师我听多了你还听，那就不想听了，所以那不行，我们要去随喜功德啊，只要是正法，而且各位要觉得身上随时带一本佛经哦，哦我随时可以看佛经啊、我最喜欢坐飞机了，
最好是十几个钟头了，我就给他看完一部大部的经典啊。那个时候没有电话，没有手机啊，像我也有手机，我也很痛苦，我也不能不看。很多打给我的师父，我妈在急诊室，等我下飞机看，师父我妈断气了，没呼啊，拍谁，对不对？所以我现在的习惯就赶快看一下，看一下。哎呀，现在我变成比较痛苦，我现在要应征秘书啊，最好不能女生呢替我写牌位啊，师父请替我写一张牌位，附上人民币一块。一块、一千块、一万块，对我都一样，不要钱，我就是要写就对了，因为你叫我写，我就是要写嘛。还有人交代，师父一张红，一张黄哦，请拍照来，我还要拍照，我写了，我写了，干脆我每一张都给他拍照，免得对方说奇怪，怎么没消息呢？啊，然后后来有些说，你真的是海涛法师吗？这真是你写的？我大姑喜是的，他吓坏了，对不对？你替我写牌位你才知道，因为你叫我写十个我要写十张，我真苦啊。但是我现在觉得啊，反正这就是我的姻缘嘛，全世界你能找得到我，一定是我跟你有缘。你叫我写32个，我就要慢慢写，开单子写到3更半夜，写完以后赶快传给他，下午都1点了，法师你不累啊，还不睡啊？是你让我不睡的，因为我明天一大早要出门，我又没办法替你写，那我现在就要写。所以我认为这也对我是一个很好的修慈悲啊，要跟对方结缘，因为我根本没见过他。有些挪威来的，有些古巴，因为在内地有很多地方，有些日本，因为现在简讯很方便，对不对？而且他们还会倒功骨啊，那个海涛法师可以免费写牌位，哇，每天都一大堆要加入朋友啊。然后我就变成写牌位的了，然后他还要付钱，付500块人民币帮我做功德，哎呀，我500块把它写得清楚，放生100，加起来500，一毛不少，等于收据这样啊。完了以后他就上瘾了，就传给你一大堆，假后道修博，我觉得这不是坏事，是我自己能力不足啊，然后旁边的人助缘不够。叫多一点人，多一点干，写排位小组这样啊，而且帮他把布施的，我都故意的。他并有些人不是要我写排位，他是说法师，我供养你100块人民币，然后呢，我妈妈在生病，那我一定要借这个机会度他，把他妈妈名字写好，甚至我还要去查他妈妈有什么冤亲债主，把他问好，写在上面取法号，这100块分作33项，把他分配的样样都帮他做。让他觉得，哎呦，你不要我这样讲了，你传给我啊，我在度外国人啊，那些没见过的啊，所以让他觉得，哦，这一张很好，感恩顶礼啊，这样。当然，我认为啊，这个是随缘的，他跟我有3张的缘，他不会写第4张来，这个佛教有因缘的，他绝对不会，你不用担心在那边，你就。反正除非你是没时间，真的没办法，那没办法写，我就会用电话给他讲，我法会功德回向给你妈妈，回向给谁，就考试顺利，现在人对方欠他10万人民币要不到，他也要问我，我帮你回向啊，你找到哪10万，我帮你回向，但是最主要你心里也能够，还要跟他说说法。所以我想这个是菩萨，你要做菩萨，众生是来磨练你的，你不能厌烦，一切都有缘。所以后来我就问会打坐的菩萨说，你看写这个简讯的一定做过我亲人，他说你才知道，每一个都是，没有一个不是啊，那不用问了，不用问了啊，找得到我的。还有一个人把他爸爸相片交给我，师父帮我超度，这么小一张我不知道放哪里，每次翻柜子都跑出来，那对我笑，还要再念一遍。后来那一天我就问打坐菩萨，我说这个老人姓莲，他做过什么？看老半天，师父他是你爸爸，怪不得天天跳出来，我干脆给他放口袋一直超度，一直超度，超度到上品往生，那张相片终于不见了所以这个你没办法考虑的，因为我连他相片放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是突然就会跳出来，突然就跳出来，写牌位就跳出来老爸急用这个叫因缘，
你不要抱怨，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因为你要做菩萨嘛，那你要这样子无疲厌的为众生闻法，无疲厌的悲悯众生啊。这个闻法不是为了自己喜欢，也不是喜欢的法我才去听，不喜欢的法我不喜欢听。凡是能够利益众生的方法都是菩萨要学的法，所有帮助众生的善法都是佛法，你要学。所以天主教、回教、基督教怎么祈祷的，我们也要去了解，再加上我们的一份空性悲心来祈祷，这样就好了。把他们的所有的仪轨，你要观想他们的仪轨，哦，就是一种成佛的仪轨，空性的仪轨，而不是舍弃他们。再来，常行己过，不说他犯。各位要把它当作戒律啊，随时反省自己的过失，千万不要去说背后说别人的缺点，缺点。当然，在某一些事情是为了佛法哦，现在这个机器有问题，我必须告诉大家。然后呢，啊，希望大家不要啊受到伤害啊，怎么样去弥补它？这个不是背后说，这个是为了佛教，为了佛教啊。所以哦，某人已经如何，我们大家知道一下，然后不要再让别人受着这个苦。这个不是背后，因为你的动机不一样啊。再来，具足威仪，恒发大心，这一点我要勉励大家。一个修行人，不分在家出家，走路、讲话，你要随时知道别人都在注意你。你稍微一个不快乐的眼神，稍微走路散漫，翘个二郎腿。所以那一天有人问我说：“海涛法师，我看到你们的法师翘二郎腿。”我说：“你不是在讲我吗？我都在房间而已，对不对？”为什么我翘二郎腿？因为我以前站久了，我小腿会酸，医生就叫我小腿放在膝盖上磨两下，这样如果会痛，代表血路不通，对，要磨到不会痛，我不是翘二郎腿，我在磨了。但是真的本来就有人会翘二郎腿，这是个习惯的问题。吃饭的时候、聊天的时候，但是这样我就知道对方会有问题。所以不分在家出家，威仪讲话。走路不能轻佻，不能随便开玩笑，啊，恒发大心，而且要让人家觉得你是为众生而存在的。这个大心就是大菩提心，啊，从外在显示你的内在，啊，随时。所以你有那个心，你今天坐在公车上、机场，一直心里在念阿弥陀佛，起的悲心，愿所有经过车站的、机场的都能够。成佛都能够消业障，你就要这样，你的威仪就不一样，你的眼神就不一样啊！你给人家的不是一种爱困相、愚痴相、傲慢相、漠不关心相，相由心生嘛，你自然会显现很好啊！再来，修诸圣业，不求果报，我们要去所有殊胜利益众生的善业，我们都要做，但是不为自己。回向众生，回向成佛，所生戒德灭诸轮回。所以我们修行所得到的这个功德啊，基本上要断除爱染轮回。我们再来是趁愿再来利益众生，而不是说我今天持八关斋戒，我今天受五戒，来世做皇帝。各位要记住这个，不然你很容易做皇帝，很容易做一个大富贵长者，然后你就会傲慢，你就会造很多恶业啊！所以所有的修行，特别持戒的功德，基本上要有个出离心，令诸有情道心增进。活着是希望所有众生因为你的存在而愿意更精进修行啊，愿意发菩提心，一切善根皆悉即行。所以所做的一切功德，我们都要回向成佛，回向法界众生，虽行忍辱精进，如入无色禅定。在这个世间，你要去做菩萨很难的，你这个末法很难的啊！特别现在，各位都了解，像我没事就要被诽谤一下啦，看报纸一下啦，啊，怎么样怎么样？不过以后各位，如果你看到新闻报道海涛法师要干嘛，你就一笑置之就好了，因为。诽谤乃至什么都不要回他，哎，不要去顶他，别人讲你就笑笑就好了，
啊，笑笑就好了，一下就过去了。你越去跟他抗拒啊，消不了业啊，你都不要回他，一天两天就过了，就过了。在佛教里面有无量无边的这种事情，所以虽然你要利益众生，那你一定要被攻击的啊，所以对方不理你啊，虽行忍辱。所以像我每天在外面跑来跑去，我就是在修忍辱，故意。事实上每天跑来跑去，一般的人你能讲什么，你讲的都很浅啊，因为他们要从信因果啊、吃素放生开始做起吧，所以你根本没办法跟他谈太多。但是呢你不能退转啊，因为这是都是我们的父母啊，这个佛教的善根就在他们身上传流下去了，一代传一代，所以你要忍受一切。所以不但忍受还不退转精进，但是虽然在修忍辱，虽然在精进，不觉得有我在忍辱，我在精进，如入无色禅定。无色禅定就是心止如水一样啊，心止如水一样，八万大劫心止如水的不断的在忍辱精进。智慧方便善解总持，智慧是你了解真相跟帮助众生的方法。但是虽然你了解真相，但是你去引导对方开智慧，你要有善巧方便啊，要用什么方法他听得进去，深入浅出啊，在开玩笑在幽默里面完成，你要用各种方法让他吃得好，让他很欢喜。就像我们现在要经常带团出国，美其名说要出去玩，事实上是很严肃了，要出去超度的啊，要出去引导对方，大家在一起七天要让他发菩提心的啊，但是你没有透过这个方便，那就没办法了啊。所以善解总持，那你要这个总持也讲精髓好了。楞严经的精髓是什么？华严经的精髓是什么？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把整部经跟对方讲一遍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现在的时代变了，就像脸书啊，各位在看微 Line 啊，都是一个相片一句话而已啊，现在人喜欢这样啊，你给他长篇大论他就给你跳过去了，对不对？所以那你要所以这个总持就是精髓。就像每部经里面有一个总持的咒语，代表你虽然没办法读完整部，那你就总持这个咒语。所以各位要善巧方便提精髓，然后来布施给对方。就像你叫你阿嬷念一遍地藏经，他又不是佛教徒，那你如何把地藏经的精髓很快的描述给他听，让他升起信心，然后跟我们念地藏菩萨啊等等。再来，恒以四色巧辩受行，既然发起菩提心，我们的对象就是要普度众生，那你要对众生布施爱语饶益，也是力行，就是说力行就是你的行为一切对他有帮助，可以成为他的模范，可以帮助他，还要同事，而且站在他的立场，所以永远要对所有众生要行四摄法，善巧方便让他受持，能够大家也行菩萨道。持戒犯戒持心不恶，对一个持戒的人，对一个犯戒的人，我们对他的持心希望他快乐没有改变啊。当然一般人喜欢持戒人，不喜欢犯戒，那那是凡夫啊，那菩萨是平等的，特别对犯戒的人更有悲悯心。常处山林，这什么意思？菩萨不喜欢困闹啊，不怕菩萨这、不怕寂寞啊，耐得起孤独啊，并不是说叫我们天天待在山里面，而是说菩萨要有这样子的耐得起寂寞，不染于世间却爱世间。那当然也为了还没有成就很圆满的境界的时候，能够短时间的闭关呢、最好。再来，要问身法，甚深的佛法就是万法的真。